Hello, hello. Let me find to chat. Hello, hello. Joanne, hello. Joanne, hello. Bước chặt quá mình. Lẹ cắn rồi bộ kế. Chênh chênh quá mình rồi đại ca. Có bước chặt à? Hỗ trợ chặt tí thôi. Hỗ trợ chỉnh cô thôi. Bọn nhỉ hello. Xin ok mà sau em tầm đà. Ok cái bạn nhớ đã có ok đó mới chỉ đồ. Xin à, đó ok, good. Cậu bạn nhớ à, họ này đây, đừng có tán. Mongo Pai hello, William hello, Nelson hello, Ended hello, Sia hello, 14个朋友哈。今日咧我讲拉菲以前派，唔知有啲我上 Google 咧，佢就话叫做前拉菲以派。咁但系我读书以前我睇嘅中译本咧就叫拉菲以前派。总之佢就系拉菲以之前。咁解就係咁樣。Tiffany，hello，係啊，Elisa，hello，係啊，又到星期四啦，真係好快啊！今日講拉菲以前派，咁我就講一段好短咗。你今日講由依度開始去到呢度就冇咗啦。咁就睇就正正因為咧唔係好多嘢睇啦，即係啲字咧，我希望。你知我講自己講好鬼耐，講成半個鐘頭一段就係，我試下15分鐘、20分鐘講完啦。講完之後我就會睇畫啦。今日睇三條友嘅，有Rossetti 啦、Hunter 同埋 Milly 嘅，好冇？Hello，Yellow Pearl，Hello，Kitty，Hello，Yen Jen，Hello，大家好。咁樣咧，我賣下廣告先，想繼續支持我。屯門畫室講呢個藝術史直播咧，就可以去我個 Patreon 嗰度用40蚊月費贊助啦。40蚊裏邊有40-50堂睇噶啦，非常抵，一蚊平過1蚊1堂。又可以去我個 Mini Pity 嗰度咧，就買最靚嘅歐美畫材啦，係咪？OK，27個26個，好啦，我飲啖嘢就開始啦。好，大家好，歡迎嚟屯門畫室。今日我哋係個 story of art 啊，藝術史直播，我哋又嚟啦，我哋去到59集啦。今日我哋就係講緊拉菲以前派，咁咧我哋跳翻去英國嗰度嚟講嘅。上堂我哋講咗 Milly 啦嘛，係咪？大家都好歡喜。今日咧，我係講一個派，呢個真係一個派嚟嘅。咩派？有詠春紅拳咩派？佢一個派嚟嘅，佢一個 brotherhood。佢係一班人，佢哋係稱兄道弟嘅一個結盟嚟噶。咁就係有一個想改革藝術思想嘅想法執行喺裏邊嘅。咁我哋大約係籠統啲咁樣兩版紙夾埋一版啫。咁啊講講佢啦，然後就睇睇啲畫，睇下自己中唔中意，好冇？我個人嚟計，我還好嘅拉菲以前派，我還好嘅。好，我哋開始咯喎。OK，對很自性嘅統一關懷啦，對官式啊，官式即 official，即係 academy，即係美術學院嗰度啦，藝術嘅戲劇弱式性嘅統一。不耐煩，
態度。曾經咧就驅使巴比松畫派同埋高爾培邁向realism 啦，我哋上次講咗啦。基本上克拉斐爾前派同寫實主義都有一個相同嘅觀點咧，就係佢哋係反學院嘅，得唔得？走唔甩咧，以學部機叻喎，清唔清啊？大家有冇窒啊？我 refresh 下先，窒唔窒啊？大家睇我自己部機睇有啲窒，係咪還好？我睇下錄唔錄到 ？OK 啊 ，OK 繼續 ，OK 繼續。我部機自己窒 ，OK 好啦。好簡單咁樣去理解嗰陣時嘅嘢咧，就係話有美術學院咧係官方係主流係 official 嘅對藝術嘅睇法啦，係咪？如果唔知咩叫藝術美術學院嘅睇法，睇翻我之前嘅片，我經已講，咁我唔重複啦。咁上次講嘅巴比松又好，寫實主義又好，或者其實巴比松某程度都係寫實主義。他們就是反學院的，行不行？他是學院的調轉，好嗎？他又使呢一群英國畫家採取了迴然不同的途徑啊！依班英拉斐爾前派是英國的啊，英國人本身很尊重這個派的。大家如果有機會去英國的話咧，去好出名，譬如倫敦，你計我哋最中意去兩個畫廊度睇畫咧，一個係 National Gallery 啦，一個 Tate Gallery。Tate Gallery 裏邊就有mostly 嘅 British art 就擺 Tate Gallery 嘅。Tate Gallery 裏邊就擺咗好多拉斐爾以前派嘅畫，大家可以去睇下。咁我哋嘅依一集寫實主義嘅 concept 咧。他們開始思考藝術導入如此危險軌跡的理由了。 OK， 我 highlight 了那些呢就是重點一點的。錢是之，沒錯， William 問錢是什麼，其實呢我這裡就會說的了。拉斐爾前派的這一集畫家，他們是認為拉斐爾即係 Raphael， 即係 High Renaissance 之後咧，去咗一個錯嘅 direction。佢認為係拉斐爾，我諗係包括佢係包括拉斐爾同埋之前嘅嗰類嗰、那個畫嘅藝術咧，就係佢哋認為係一個好嘅方向咯，係咁簡單就得㗎啦，得唔得？我睇唔係好到佢好反拉斐爾嘅。但我沒有很認真去看他拉斐爾前派，他是拉斐爾之前，即是不包拉斐爾，還是包埋拉斐爾是之前。但我覺得是concept 上你當是文藝復興盛期的，那就look 緊啊，是不是look 緊啊？我就收得好啊，等我喝啖嘢先啊。直播就係咁咯，我 reboot 咗 WiFi 少少少少咧，我照講啦，好唔好啊？我照講啦。如果大家有真係叻得好緊要嘅，就喺我聊天室嗰度講，我就知道。佢哋咧熟知學院派所宣稱嘅代表咧拉斐爾傳統以及所謂嘅大家風範咧，而假設依個係事實嘅話咧，那麼藝術顯然在拉斐爾嗰陣時間咧就轉咗彎啦。哦，咁可能佢哋唔包拉斐爾啦，可能拉斐爾之前啊。拉斐爾，我諗係啦。如果係咁，佢哋都唔包拉斐爾啦。佢要再純啲嘢，佢啲嘢，佢因為學院所謂佢哋嗰陣時間所崇拜或者推崇嘅所謂叫做 classic 嘅嘢咧，佢哋都好中意拉斐爾嘅，尤其是英國嘅計拉米好中意，咁佢係想講拉斐爾之前啦。如果係咁樣就，佢哋就覺得藝術喺拉斐爾嗰陣時間，或者係透過佢就行錯咗路，行錯咗道路，得唔得？
拉斐爾及其冒從者，即係拉斐爾同埋佢嘅 follower 啦，即係話跟拉斐爾嗰條路行嘅藝術家啦，極力咧重讚自然理想化。好啦，拉斐爾High Renaissance 其中有一個 point 就係 idealize， 即係話將自然理想化，即係話佢哋追求嗰樣嘢係源於自然，但係又要超越自然嘅。是不是 O 不 OK？ Evelyn 問是不是即是不包拉斐爾、達文西和米高爵三期那期？應該是大約籠統是這樣想先。我覺得我不知道他是否逐個畫家去編他啦，但是你簡單理解到就是 High Renaissance 都不是很計是之前的，他要的東西其實他們班友追求的東西很純粹，因為拉斐爾去到拉斐爾之後那些很 grand 的嘛，很宏偉的嘛，他們要樸實一些的，他們要的東西清雅一些的，還要得不得寫實古典啊？他們因為這個是成日拗的High Renaissance， 我都話係，我係講幾段嘢咧，講好幾耐，因為我哋讀開咧就知道，但係咧要用中文嚟解釋咧就要慢慢講。文藝復興盛期喺我講緊嘅係意大利文藝復興，即係話我講緊嘅係佛羅倫斯嚇，佢哋咧係要將嗰啲人咧美化去到一個理想化，即是話嗰個耶穌好多腹肌噶，得唔得？你有冇見肥仔耶穌噶？聖母瑪利亞唔會變阿婆噶，雖然耶穌釘十字架時三十幾歲，那個聖母瑪利亞都似廿幾歲靚妹咁樣樣噶，得唔得？依個佢哋要係美化，要 idealize， 佢要將嗰樣嘢係變咗理想化，和犧牲真理以力求美嘅方法，即是話佢嗰樣嘢是源於自然，但是他們要超越自然，所以他不是就這樣見到朵花就畫朵花，他畫朵花是漂亮的朵花，大家明白那個concept，好嗎？因此如果藝術應該改革，就應該回到拉斐爾之前，他們應該就不包拉斐爾了。好，我去到這個point，36個朋友看我啊，今天明不明啊？ William 明不明啊？大家明不明我說什麼啊？拉斐爾前派就是個咁樣，你咁樣去理解你就明佢班友做，其實就是反學院的，是反一些約定俗成的規矩的。拉斐爾前派咧就是話喺依段時間，即是1850年到的英國有一就畫家。他們不同意當時英國1850年英國學院的那個美術標準，他們那個主張藝術那個方向行不行，他認為應該是他們行的路是行錯路，他認為應該追隨回拉斐爾之前的畫那個風格就可以為之對了，所以 他們當然不是文藝復興，時間又不是，行不行？喂，子南 ，hello， 好耐冇見啊 ！William 明明我講咩啊？係唔同，係當然唔同啦。佢哋係崇拜拉斐爾之前嘅嗰扎我諗佢係講佛羅倫斯嘅畫家嗰種好清純、好乾淨，冇乜嘢美化，冇乜嘢，所以佢哋唔係咁 buy 理想咗嘅美，得唔得？即係要而依個 point 喺。而在這個 point 上，他跟寫實主義是相同的，他是要真實的，他要見到那樣東西是那樣東西的。待會我給一張他們說耶穌的，你就會知道我說什麼了。但去到這裡大家明不明白，因為這裡搞清楚後面那段就沒什麼東西說了。其實搞復辟，是的，對了，就是這樣了，就是這樣了。譬如好簡單啫嘛，
嗱，我試下講下香港樂壇啊。香港樂壇啊，以前咪興 Twins 啊嗰啲 K 歌嘅，咁可能有大家嘅作曲作唱廣東歌嘅人就覺得，喂，以前啊嗰啲咩 Twins 嗰啲梗唔掂啦，我要唱翻最初之前許冠傑嗰啲咁樣講翻人情味嘅，唔好成日講啦咩，淨係戀愛咩嗰啲好，即係咁樣啫嘛。唔難理解噶，唔難理解噶嗰樣嘢，好冇？到哪個藝術家還是對上帝誠實的記帳之時代 ？OK， 嗰個時間啊，喺嗰個時間係咩？佢哋追隨嘅嘢就係話要喺要對上帝好 honest 啊，佢要嗰樣嘢唔係咁奢華嘅，佢要嗰樣嘢係好真實嘅，佢應該係貼地啲嘅其實。那些記帳啊，佢用翻記帳，仲係未成為藝術家嘅時候，就係要複製自然時咧，心裏想的不是世俗的榮耀，即係唔係畫畫愛嚟巴閉威咁樣啦。佢嘅意思咁啦，而是上帝嘅榮耀啊！佢有宗教性㗎，佢哋依扎人畫畫。那些藝術家相信透過拉斐爾以來的藝術已經變得不真實了，他覺得他們不喜歡 ideal beauty、okay? 而回歸信仰時代也是他們應該盡的本分，行不行？去回一件事呢，即是有一點清教徒這樣，他要的東西是要乾淨一點的，要的東西不要那麼浮華的，行不行？這群人就自稱為前拉斐爾派，就是他 Raphaelite， 就是 pre 了的，是之前的，他是個 brotherhood 嚟㗎，係個兄弟會嚟㗎，得唔得？嘅畫家啦，即係 brother 啦，嗰扎人。其中最有才華嘅就係 Rossetti 啦。咁咧，今日就會講 Rossetti， 一間會講三條友嘅。佢有一扎畫家㗎。如果有興趣嘅，大家繼續上網查拉斐爾前派，你就會見到嗰扎人。Crystal Hello。咁呢條友咧 ，Rossetti 係咩咧？係個意大利流亡者嘅兒子咁啊，佢個姓係意大利姓啊。佢透過一幅畫咧，就係、是、依幅畫啦。依幅畫就係佢嘅 Annunciation 啦。嗱，我少少講兩句依、這個，依家翻去睇嗰個就去。大家依幅畫咧，你哋睇唔睇到？係啊，好似復古咁啊，冇錯啊，其實係咁嘅咋，潮流嘅，好啦。大家依幅畫咧，你見到有個聖母，有個天使落嚟，天使報喜啊，即係話天唔係文藝復興初中期，其實達文西都畫過，咪話天使報喜呢個題目成日有噶啦，天使 Gabriel 落嚟，跟住同阿聖母瑪麗講，喂，你會有耶穌，你會懷孕，你將會做耶穌個阿媽啦，咁樣咯，大家。覺唔覺得依一張圖有啲唔同啊？同你哋睇開嘅《天使報喜》有冇咩講唔講得出啊？我飲啖嘢先啊！睇唔睇到啊？46個朋友而家喺度，有冇人講到依一張係有一個 point 好，有個 point 咧好明顯同之前嘅唔同噶，同之前嘅人畫。福天使報喜係啦，好似咁驚，唉，子彈叻啦，瑪利亞驚啊，係啊，好似醫院咁係嘛，好逼好奇，你有冇見過瑪利亞驚啊？你都明啦，素素地係咪嗱 ？Edith Hello， 佢哋唔係咁華麗啦，係咪？唔會咁樣啦，個白色衫好乾淨啦，冇咗光環啦。是吧？每以前畫天使報喜咧，就係話瑪利亞咧就好欣然接受依一個做耶穌阿媽嘅依件事嘅，佢一定咧將兩隻手咧喺胸前度打個十字噶，你會見到嘅，即係代表 I accept 我接受啊，得唔得？好欣然咁接受，而家唔係佢而家係退縮佢後邊有啲熬底。你明明在那個年代出現是幾潮的事、啊、就是畫你想想個個都還是拜耶穌都很重要的1850而已，英國
係啊，構圖唔工整啊，係啊，唔對稱噶，好逼噶，好少係咁攞長方形嘅構圖咯。係啊，係啊，田生你好，即係對，這個是大天使 Gabriel， 這個是 Maria， 這是瑪利亞，這個是他，這個天使姑蘇瑪利亞，他將會是耶穌的媽媽。頭先都有個光環，都有個光環，係喎，有喎。應間我哋再睇張細圖啊，得唔得？你應間我就會睇張詳細嘅，我有Google 嗰度有啦，俾你哋睇嘅。但係你明明佢哋畫耶穌就唔同啦，佢哋嗰個畫法又乾淨啲，又冇乜花紋，又冇乜好華麗嘅嘢啦，係咪啊？第二就係話佢表達嗰樣嘢唔係以前嗰啲嘢，就依啲就唔係學院主義中意嘅嘢啦，唔係學院派嘅嘢啦。相對地寫實好多啦，雖然依個係天使，但係佢畫到落嚟真係好似有條友隔離，佢腳係著火啊！但係佢畫出嚟個樣好似有好寫實，好似真人咁樣，冇乜神化咁樣咯。雖然我唔知道，我覺得佢畫個瑪利亞畫到好細個，好後生咁樣。陳生聽懂依頂廣東話就好啦，因為我啲國語不好嚇，對不起嚇。明唔明啊 ？OK 咯，好，我啱再嚟睇啊。似護士我都覺得似。好，我繼續講明咯，大家明個 concept 就得啦。好啦，講翻依幅天使報喜啦，依段等我睇睇個圖，唔好意思啊。依段嘢就係講頭先嗰張畫啦。頭先依幅畫咧，通常咧依個主題都係中世紀表達方式啊嘛，係嘛？而 Rossetti 咧回復中古大師精通嘅用意，並不是要佢模仿，佢唔係淨係想，即係佢用翻依個題目就唔係想 copy 翻以前嗰啲嘢喎。佢話佢只係想以熱心咧仿效佢嘅態度、虔誠，好似讀聖經咁樣。我都話嗰啲嘢好鬼原教嘅，佢啲嘢好鬼乾淨噶。欲將天使問候瑪利亞嘅一幕巨像化，將嗰幕重現翻出嚟啦，係咪？多謝曬咯。正常未婚先懷孕啊，係啊，就係啊，冇錯。佢結咗婚㗎啦，不過個老公唔係，不過嗰個 B B 唔係佢老公㗎。瑪利亞睇見佢又好鬼驚，又反覆問，就頭先大家都睇到啦，唉，真係好開心啊！我最開心就係大家。朋友咧睇到咧就估到啦，係啦，就熬底啊！反覆咧思想呢個問題咩意思啦？咁樣就係新約路加福音一章29節，大家揭翻本聖經就睇到啦。我哋可以見到咧 ，Rossetti 如何將自己嘅新處理方法咧，力追求單純啊，係啊，佢啲嘢越嚟越嗰種乾淨啊，要誠懇嘅，佢有嘅。佢如何要俾我哋知道用一顆清新嘅心靈去睇呢啲古老嘅故事啦？然而咧，儘管佢費盡心血，要好似文藝復興前期可敬嘅佛羅倫斯藝術家咁樣咧，忠實地呈現自然，得唔得？走咗啲華麗，簡單嚟講，走咗啲堆砌，走咗啲華麗，要啲嘢好乾淨、純粹嘅。但亦都有人會感受到依啲前拉斐爾派嘅畫家咧，為自己設下一個難以到達嘅目標。佢哋嗰個心態可能係好嘅，但係咧要畫到好似以前咧。文藝復興咁乾淨嘅時候係好難，因為你唔係嗰個時代啲人啊，即係等於咧畫中國畫咧，你畫到宋朝嗰個境界好難，因為你唔係嗰啲人，咁啊 ，OK， 咁樣就primitive 嘅天真真面係一回事，自己努力去追求，即係話你有依個想法咧都係好嘅，但係咧你做唔做到先咁樣？依個作者就咁樣。回收一個 question 出嚟，因為咧依個係仲有世界上最強嘅意志，亦都無法獲得嘅美德啊！係啊，你好想去做，但係真係好難噶嘛。佢意思係咁啦。所以咧，雖然咧前拉斐爾派畫家嘅出發點同米勒同埋科比咧相似。我卻咧認為佢哋忠誠嘅努力咧，
將佢哋咧倒入一個死巷啦。個作者認為窄窄地啦，簡單嚟講，佢認為拉菲以前巴啲畫唔係咁好喎。啊 ，Corby 嘅嘢就佢中意咯，我又麻麻地，但係米勒嘅就係好得嘅。誒，榴蓮你好啊 ，OK， 有少少叻啦，仲係佢咪喐到，咦，停咗 ，OK， 唔得再講下。維多利亞時代嘅大師追求純真，卻又充滿咗自我矛盾，以致無法真正獲得。而跟佢哋同代嘅法國人希望更進一步喺下一代教養更大嘅成果。OK， 我講完啦，得唔得？我哋係五十五分鐘，我哋睇下依扎畫家嘅畫，我哋就知佢係乜嘢料。好。唔叻啊！唔叻咪好咯。好。我打爆個光先啦，等。OK，here we go。啊，喺 Google Art and Culture 嗰度咧，就係、是、有佢而家都叫做前拉菲二派咧，因為 pre 咁樣就前啦。啊 ，OK， 咁我哋睇下畫啦，可以。我首先咧，俾頭先嗰張係咪喺度？我俾嗰張嘢喺度，依張啊，嗱，大家就睇下 Rossetti 嘅畫好唔好睇啦。嗱，佢嘅畫係咁，我賣少少 zoom 爆佢。你見唔見到？原來依度都仲有隻白鴿仔喺度嘅，有隻嗰個 Holy Spirit 啊，聖靈啊。硬硬咁咯，佢哋畫嗰啲人，我想講，係啊係啊，嗱佢哋畫啲神情就係咁樣咯。個素描有啲我想埋少少睇，係咪有啲固有啲硬硬咁樣咯？嗰啲人明唔明我講咩？唔係話係好叻嘅畫家嘅，講真。係啊係啊 ，Holy Ghost 啊！嗱，我哋睇下佢畫只，但係佢畫嗰個聖靈啊，真係畫只真係畫只白鴿咯。佢哋以前嗰啲人畫可能會畫啲，佢真係只白鴿咁樣飛，然後白鴿個頭頂有個圈。係咪 ？OK， 唔太差咁樣啦。我哋又睇幾張有三個最主要啦，係嘛？啊，仲有依個咯，亨特啊，亨查，睇下先，我 show 翻埋先。大家中唔中意依張嘢？佢嘅意思有個意，大家睇唔睇到有乜嘢意思嘅依張嘢？有冇人睇到啊？我諗可能你哋問啲啊，只雀仔好似浮，好似墜咗浮星星，係啊，頭先佢個頭唔係星星，佢個頭係個光圈啊，即係話俾你聽，只雀仔係聖靈嚟㗎，咁樣，係啦。大家睇唔睇到依張有咩咁好睇啊？睇唔睇到？佢哋依張畫嗱，佢好簡單，佢講有個女仔就彈琴，就坐咗喺佢個男人個愛情喺個大髀嗰度。然後咧，佢依個望，佢度有一塊鏡透翻嚟。你知道佢向依邊望，其實就望個鏡就係出邊啊窗外嘅風景。佢就係話 awakening 啊，佢話佢醒咗，佢覺得人女人應該追求翻佢自己嗰啲嘢向上。我先嘅咧睇翻嗰套乜鬼小婦人嗰套電影，可能就係講依啲，有啲女性主義喺裏邊啊。我唔係偷情被發現，佢係發現佢唔可以淨係做人哋嘅。即係唔可以沉溺喺愛情嗰度，要起身，要女人有自己嘅想法。慢啲睇下佢畫技嚇。
用啲畫嗰啲人嗰啲樣唔叻噶，其實係咪呆呆噶啲人？你哋覺得叻唔叻？呢個叫 hunt。呢張畫係出名噶 ，live 飛前派就會講佢啦。即係好努力畫咯，但係都畫到嘅，但係啲友就唔叻嘅，好虛咁樣噶。即係都好辛苦啊，幾呆啊，係好辛苦畫咯。依啲都慢慢鋼琴嗰啲都畫好耐，又嘅。有嘅，佢中意一啲 detail 咯。咁文藝復興。中期嗰啲都有，譬如北方嗰啲風格，佢哋都有啲好畫到 detail 嘛。佢哋好中意嗰啲好 detail， 即係佢好強調寫生嘅，好強調 observation 嘅。依樣嘢就同翻阿米勒嘅嗰扎畫家，即係巴比松嗰扎啦，同埋嗰扎啊，依啲都好寫生。但係就依啲係好唔學院嘅，喺嗰時理解。明唔明我講咩？同埋出面畫依一紮陽光都有啲陽光感射落嗰啲樹葉度彈下彈下咁樣嘅。依度係嗰個金框再反翻出邊咁樣咯，唔會虛得過冇茶。係啊，我就問問地啊嗰啲嘢嚇，但係啊大家都係。知道 concept 咯，好唔好啊？反而咧，我中意嘅咧就係、是、啊，佢有啲寫生就咁嘅喎。依、这個頭先嗰個畫家 Hunt 個畫只狗喎，依個寫生又還好喎，係咪啊？依只狗 OK 嘅喎，依只狗寫生 OK 嘅喎，有力嘅喎，依只狗識畫嘅喎。未畫曬，咩好多綿羊啊？頭先嗰張係有張好多綿羊係吧？狗 OK 㗎，你睇下佢啲肌肉嗰啲嚇，依張又 OK 喎，唔錯啊，個神情都好啊。是吧，好不好 OK 啊，只狗好寫生啊，呢張好寫生，同埋有啲我唔知佢影響幾多印象派，但係好寫生，呢張係啱。我俾大家睇下我嗰張，我中意嗰張。OK， 中意，又唔係好中意，唔係啫，啊先，樣，呢個張耶穌釘十字架，這裡這個就是叫做 Midi， 英國畫家，這張很過癮的，這張東西好，這張是聖 Fermini 啊，這個是小耶穌，這張畫叫做 Christ in the House of His Parents 啊，在他或者叫做 The Carpenter's Shop， 即是木匠之家啦，是吧？我看到大家看不看到，看不看得明白這張畫嗱，個題材係耶穌一家人 ，which is 係好宗教啦，好拉斐爾之前嘅人畫嘅題目啦。但係佢畫嘅方式係一個好寫實嘅方式，係嘛？
知唔知嗱？你有幾條友喺度啦？大家依、這個係耶穌啦，係咪？知唔知依個係邊個？我哋埋啲睇啊！睇唔到耶穌做乜嘢喺度？知唔知耶穌做咩啊？呢、這個聖母冇錯，瑪利亞。有冇人知道？有冇人知呢個拎住水兜係邊個？錫阿媽，佢媽錫佢。有冇人知隔離有條友拎住個水兜係邊個？Tony 係啊，我之前講過噶，係啦，約翰啊，呢、這個約翰攞住個兜啲咩嚟做咩啊？施洗約翰係啊係啊，個兜水嚟做咩啊？我唔知個兜水嚟做乜，冇錯就係、是、幫佢施洗啦，係啊。有冇人知道點解佢著條獸皮？咁啊，講佢細個嗰時啊，唔係裝血，同佢施洗，施洗約翰啊嘛，係啊，佢係著獸皮噶，約翰啊 ，John， 聖 John the Baptist，OK，、okay， 好啦，這個、呢個咧，耶穌咧，耶穌，誒、哎、都冇人答到耶穌佢教做即佢做乜嘢喎？你知唔知佢做乜啊？耶穌？受傷唔係洗傷口，佢好似係攞兜水嚟洗傷口，但其實唔係。你知唔知點解受傷喺依個位置？有冇人知咩洞？手有血係啊，係啊，係啊，手有個窿，十字架，聖痕啊，冇錯啦。即係話俾你聽，佢第時會暗示釘架，冇錯啦，窮啊，因為。預告冇錯，好，一直睇落去。有冇睇到佢只腳做乜嘢？只腳做乜嘢？冇錯，有滴血滴咗落只腳嗰度，代表乜嘢？被釘，係啊，釘痕，第時佢就會俾人釘。佢就係用啲方法嚟暗示耶穌。好啦，仲有喎、哦，耶穌頭頂，耶穌頭頂。呢只咩嚟噶？流血為贖罪係，又有隻鴿喺度，做乜又有隻鴿？係咪食乳鴿 ？Holy Spirit 冇錯。好啦，知唔知點解有把梯喺度？知唔知點解有把梯喺度 ？Holy Spirit 啦，三個啊！聖靈啊！你知唔知呢把梯嚟做咩啊？有冇人知道？呢把梯係你睇下佢，天國的階梯啊？唔係，我可能係我唔知道。佢俾人釘十字架，要擒把梯將佢身體放翻落嚟 ，deposition 啊，成日誘惑依個題目噶。依、這個咧，依、這個應該耶穌阿媽啦嚇，你見唔見到依度做？依度做乜嘢啊？依度做乜嘢？依度做乜嘢？好深，起釘係啊？點解起咩釘啊？
借錢啊，起釘，拆釘係釘十字架啊嘛，咪拆釘咯，咪要揾個琴去架啦。即係預示耶穌之後會俾人釘十字架。仲有依、這個，你知唔知依把三角尺代表乜嘢？喺耶穌個頭頂啊，佢唔用個光環俾佢，佢畫個三角尺喺度。你知唔知代表乜嘢？有冇人知道三角形代表咩喺聖經嗰度？有冇人知道文帝比賽？冇錯，三位一體就係咁樣咯。好啦。依度依個係嗱，仲要喎、哦，你睇下依個有 foreshortening 喎，有透視法嘅喎，係咪啊？用翻嗰時文藝復興中期嗰時竟然發明咗啦，係咪啊？好多 detail 係咪啊？仲有依集咩嚟嘅？有冇人知依集咩嚟嘅？點解有羊啊？點解有羊啊？點解有羊啊？有冇人知道？牧羊人啊，冇錯，就係跟住咯，係嘛？你睇下依張圖，佢好中意 detail， 跑到成地都係木，係嘛？你又睇翻佢嗰樣嘢係好文藝復興噶，大家睇唔睇到個構圖係對稱噶？兩個喺度，兩個喺度，兩個喺度，對稱噶，三角形構圖，平衡構圖，全部係文藝復興要嘅嘢，得唔得？interest in detail， 同埋唔係學院冇華麗嘅嘢㗎，佢翻呢度窮嘅嗰個做鬥木佬啊，我哋叫做 carpenter， 啊 ，OK 得唔得？係咪大家中唔中意依張啊？OK 的，這個我還好的，是不是挺有趣的？但用這個，我想跟大家說，用這個方式去表達耶穌的家人咯，就是說其實他的 spirit， 就是他想表達耶穌那件事是跟以前的一樣，不過是用他那個新的方法，就是他1850年1849啦連新在當時新的方法，他就變得很實了，他畫的耶穌真的是一個小孩，就不是一個神聖的超人，他是畫一個人平民的東西，是啊是啊，行不行？明不明白？還好的，他的畫我覺得 OK 的，是啊，挺有趣，是吧？譬如這些這樣咯，祈禱咯，其中嗱，依個畫得麻麻地啊，因為英國人畫畫始終唔係真係好叻嗰啲咧，係嘛？基本上拉斐以前拍就係依類嘢咯，大家 get 唔 get 到個 idea？ 中意睇咧，自己可以再慢慢翻去睇啊，有啲素描我哋睇下可以，係嘛？那個素描是對的，但是不算好厲害，不算好厲害。我看一下我看多一點那個 Mille， 即是剛才那個畫家，我覺得他就多一點東西看的。Rossetti， 我們不如就按回 Rossetti 那個看看，我看看沒有一兩張好看一點的，即是他那些畫就是這樣咯，就是用這個剛才那張在這裡啦，跟住成日有依啲有啲啦，
佢啲構圖都有啲似中世紀㗎，你會發現，你會發現。我睇下，俾多兩張大家睇睇。呢啲咯，其實我覺得佢啲嘢會，我成日覺得佢啲嘢都好華麗，我唔係好中意啦，我 personal 係咯，就係咁喎。但英國就係好易認嘅，佢啲畫好易認嘅。我試下再去翻頭先嗰個畫家。阿 Milly 嘅嘢，我抄翻多，我由嗰張畫捐翻入去 Milly 嗰個啊藏嗰個 Asset Artist 嗰度，我再查翻，我睇下有冇啲嘢睇下先。因為咧，真心啊，我哎呀，唔好意思，我自己都唔係好熟啊。哎，呢張啊，呢張好出名啊。Ovidia 有冇睇過呢張畫？呢張畫佢係真係畫得唔錯，好多喺 Tate 嘅呢張嘢喺英國嘅 Tate Gallery 啦。如果大家有機會去英國啦，咁去睇下啦嚇。畫啊莎士比亞哈姆雷特嗰度咧，咪有條女唔知癲咗，然後就投河自殺啊！文樂書成日見啊！好 detail 嘅呢張嘢，我哋埋啲睇啊！係得嘅呢張嘢，係得嘅。Ovidia 佢真係畫到嗰、那個生不如死，想自殺之前一下嗰啲嘢。留意佢上面嗰啲草嗰啲畫得好 detail 啦，我買啲好 detail。佢依個亦都係講出拉菲前輩啊，強調翻寫生嗰樣嘢啦。啊，觀察自然嗰樣嘢啦，我哋知道 high balance 其實都成日都有啊。我哋買啲有啲花嚟睇啊！我喺 mon 睇都唔係話真係好清，咁樣咯，好鬼 detail 嘅都，好嘛？如果你哋而家就形容為叫做相啦，似，但我成日都提大家唔好用呢個形容詞，呢、這個形容詞令你哋蠢啊，因為講唔到件事啊！啲樹枝係咪一層層畫去啊？係啊，照畫咯，畫到個神情格呆呆噶。Ovidia 係吧？唔錯呢張。佢係叻啲嘅，佢個寫生係叻啲，但有時又係咁咯，呆呆咁樣咯，係我都唔識講。睇到啲士多啤梨，好似呢張好似未好 highly finish 咁。施華草嘅，好熟啊！呢個棉花蟲喎，係啊，佢係成日叫嘅，佢老咗而家，老貓係咁。中唔中意拉菲以前派啊？大家係有啲插圖 feel 咧，係啊，唔係好叻嗰種畫家。但係佢個素描又啱嘅，我想講。
即係佢又還好啦咁樣咯，嗬，還好啊，即係同 Millie 爭好遠嘅，真係同 Millie 爭好遠嘅。頭先嗰張性嗰張嗱，佢話啲人有時咁愛愛，唔知想點，係嘛？始終英國人畫油畫嗰啲唔係真係好叻咯，我只可以咁講。對話不對牌。整個公仔咁啊，依個咁樣咯。你哋覺得係咪有啲插圖啊？我唔知啊，你哋睇唔睇到啊？係咪有啲有少少插圖感覺？即係佢同譬如風景畫嚟計咧，佢哋出到 Constable 嗰扎咧 ，Turner 嗰扎真係叻得好緊要。後邊咧你要揾人叻過 Constable 都難嘅，其實已經差啲係啊係，冇錯，你講得啱。即係就係咁樣咯，佢哋有個口號咯，想即係頭先作者就話咯，佢哋想覺得誒嗰時嗰、那個。美術學院好迂腐，咁就想畫啲嘢出嚟係唔同佢以前嘅咯。佢有咁嘅想法嘅，但係好認真地藝術嘅，我哋畫油畫又好，西洋畫又好咧，你真係畫到先得㗎。你口講，我夠知嗰邊唔係好掂啦，但係你贏唔贏到佢咁樣，又係一個問題。啊，冇意境係啊！冇影就冇噶啦，天生噶，天生噶，冇就冇噶啦，系啊。頭先嗰張性家庭啊得意，依張嘢叫得意啲，我先攞出嚟同大家講。其餘嗰啲咪咁咯，譬如呢啲咁咯，你唔覺得有唔夠陽光感？係啊，嗱，你哋睇下覺得靚唔靚？咁樣咯，唔知啊，你覺得靚唔靚？我覺得唔捨身咯。Millie 嗰啲叻得好緊要噶，好有意境噶嗰啲嘢，硬啊呢啲。呢張唔係你，呢張係地氈嚟。有時畫畫係咁噶，你有個 theory 困住自己咧，綁手綁腳啊！有時我覺得唔夠專業啊，係啊，佢哋嗰扎人就係咁。你話唔識畫畫唔係識畫噶，但係好多嗰啲哦，睇完。好，唉，今日就講到呢度，我就睇本書先。係啦，係咪啊？我都覺得好難感動到人啊！係啊，冇錯啊，你講得啱啊。拉菲以前拍係咁，但係somehow 我哋都要講講佢嘅，即係喺歷史上邊咧，佢也佔一席位嘅。好唔好啊？今日23分鐘，有幾多個朋友而家？好唔好睇睇先，落一個朋友，冇活靈活熱感覺，好似彈琴咁，彈啱音但唔夠感情，係啊，好似李克勤唱歌咁樣咯，啱嘅唱得，不過唔感人啫嘛。李克勤啊最好，不過你哋好鬼憎佢係咪？但係佢我喺中學嗰陣時候就。佢好出名，唱歌好叻，但係唔感人，係咪啊？李克勤唱歌係好叻噶，係啊，譚詠麟咯，譚詠麟就叻都唔叻添啦。佢譚詠麟執啲歌執得靚啫嘛。嗰時啲歌日本紅咗，改編做廣東歌實紅啦，係嘛？李克勤好得意噶啲歌，全部都啱音啊，歌唱有個技巧喺度係嘛，但係一啲都唔感人啊。他說什麼掛住你不是掛住你的，我想他整世人都沒掛住過人。沒有的，有時有些藝術的東西呢很靈性的，有時你說是不是沒有技巧不行嗎？你要有技巧喎，你有感情行不行？你的感情又要某程度的技巧去裝載喎。那你轉過頭想，好像雷尼那些，即是英國那些那幾隻友好有 theory， 佢哋成日諗點畫點畫，到頭來咪變咗去咗點畫點畫咯。佢變咗 theory 行先咯，佢感受唔到人咯，佢啲力去咗嗰度咯。係啊，林家謙唱歌咪佢唱歌唔係好叻，但係好有感覺。
個心唔喺度，係就係咁樣啦。我想講喺阿林家謙咪係咁樣咯，係嘛？瑞文尼都係㗎，佢好似癲癲得得，但係佢嗰首《我在流浮山掉眼水》啊，真係好有感覺㗎，係真係 touching 到嘅。話掛住你，但唔係掛住你咩金句，係嘛？大家明我講咩啦？係啊，即係盡量你理解嘅，其實好簡單嘅。依啲即係佢有啲 theory 咯，但係藝術史上面好麻煩，有時就係有啲人有 theory， 佢即係 that's why 我唔係好中意 modern art 啊嘛，因為好多時候都係嗰個人有啲嘢想法，就係、是、人人都有想法㗎啦。咁你用咩手法嚟表現先啊？咁你就整幾皮嘢喺度，跟住嗰個 description 又好長，又要我背你個，即係你自己做咗一啲嘢出嚟，然後要我背你個解法，我點解要背你解法啫？係啊，油尖旺金毛鈴都正㗎，係啊，My Little Airport 都正，係啊，我覺得 Savini 就係一個唱得技巧高啲嘅 My Little Airport 嚟嘅，我覺得啦，係啊 ，Savini 佢嘅歌又得意就係佢有個乜嘢嘛？他有感而發啊嘛，佢真係掛住嗰個人咪寫出嚟咯，係啊，佢好佢最正嗰樣就係佢唔佢同一般藝人最大唔同，佢唔偽善啊，佢講翻自己嘅嘢，我係咁啊，點樣咁樣咯，我係掛住你咁啊，點啊點啊，唔得咩？係嘛？係得㗎，所有藝術嘅重點係感人，感人係來自於嗰個作者。我唔理你唱歌、話劇乜鬼都好啦，你要真誠啊！你虛偽啊，虛偽藝人個偽啊，係真偽個偽啊嘛，你假人啊嘛，你阿勤咁樣，咁又唔好聽。點好聽啊？你話翻俾我聽點好聽？即係等於鄭伊健唱歌又係咁噶嘛？唔知唱乜嘅，佢讀歌嘅喎，其實係啊，鄭伊健係冇感覺嘅，唉，唔知點解幾廿歲人好似十五歲咁樣。好奇怪，五十歲人，但係個思想係十五歲，都好乾淨嘅，咁啊 OK 嘅，係啊，貼地好重要，貼地係即係同你溝通到，佢用翻同一個 language 講俾你聽係嘛？但係 live 以前批somehow係有佢哋有個想法咯，所以讀藝術史有時你係讀佢個想法咯，我覺得都 OK 嘅。有一些技藝咯，好勤力。拉菲前班是一扎好勤力耕田的人，好勤力耕田的人，好努力去做，但係唔係好，因為佢好難抄到文藝復興噶。文藝復興咧，大家如果有機會睇到真跡咧，佢好難嘅。佢啲奇怪，即係話喺成個西歐藝術史上邊咧，喺 Renaissance 文藝復興時期啦，講緊1300-1400噶。啊、基本上是講 Florence 啦，佢嗰個地方根本就是地靈人傑，嗰、那個地方的氣候、人種、政治所有嘢，令到嗰度嗰啲人畫到一啲超越咗以前歷史藝術上高度嘅油畫，唔係巧合嚟㗎，係十幾廿年嘅總和先撞得到咋，你明唔明我意思？就係、是、咁樣。就係、是、咁樣，我就試啱嘅。佢哋好堅持嘅，係真嘅。所以睇拉斐爾前派又要理解一下佢哋原來啊、我覺得好得意嘅。在術史就係話你睇到啲嘢變嚟變去嘅，好似係話興力完一樣又一樣，但係係轉嚟轉去嘅。即係最咩嘅話，大家記得佢拉斐爾前派打嗰扎友就係學院主義。學院主義就邊個嚟啫？佢有雷尼啫嘛。Renault 嗰扎友，佢做咩啫？佢咪就係中意意大利嘅畫咯。佢咪就覺得文藝復興盛期好好咯。佢咪就做咗啲，佢諗住將嗰樣嘢學過咗去英國，因為英國嗰時候都係畫得好鬼渣噶。佢咪過咗意大利嗰度旅行，然後將個睇嗰啲名師。即係拉斐爾啊嗰扎勁人，然後就作啲 looks 出嚟精華咗做雞精班，跟住就諗住過去英國嗰度教嗰啲友咯。佢就係咁諗啫嘛，佢就係想嚟班英國人學識意大利嗰個畫畫嗰個文藝啊嘛，嗰、那個高級啊嘛。但係佢自己就定咗個規矩出嚟咯，
佢定咗個規矩出嚟，佢諗住佢自己都可攞精華，然後可以教人。可能佢初頭嘅諗法係咁，但係佢嘅 version 嘅文藝復興精華根本就已經唔係當年嘅文藝復興啊嘛，佢以為得啊嘛，雷尼都唔係一個咁叻嘅人啊，所以佢個初心可能係好啊，但係後面就變成教條主義咯，明唔明啊？咁佢之後就俾班僆仔就打佢班老你班老嘢阻住地球轉，我哋就唔要跟你學院嘅，永遠都係咁樣噶，永遠都係有責任就定啲規矩出嚟，初頭好似行得通，過幾年之後又好有活力老化，跟住變咗僵化，跟住下邊嗰班僆仔唔順超就打佢，呢個係個而拉菲爾前派佢維持咗十年就完咗啦。如果佢維持得耐啲咧，之後又有第二扎人打翻拉菲爾前派嘅，係邊嚟邊去嘅？呢個係咁樣嘅，係啦。Lisa 話可能佢哋覺得帶個思想出嚟可以用幾代人去接落，不過個頭唔夠好。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啊，啱啊，佢覺得係咁樣㗎，佢覺得可以翻天覆地嘅。個個開手藝術史嗰時候都以為係一場翻天覆地嘅改革嚟咯，但係有啲得有啲唔得咯 ，depends on 你嗰個地方生唔生到。係啊係啊，就係咁。但係依扎人啊，真係唔係咁叻嘅人啊！我想講，如果依扎人咧打出嚟，譬如好似 constable 打嗰啲風景咧，就真係一個人就打曬所有人啊！但係佢係一扎好勤力嘅人咯。好難搞啦，蓋院復興，係嘛？藝術就係一回咁嘅事啦。我希望大家透過睇藝術就明白，即係除咗知道佢點變啦，或者去藝術史，或者去係而家唔俾去旅行，即係人都癲係嘛？可以去旅行嗰時候可以睇到真跡嗰時候有翻啊咩叻喎而家，睇下先。睇要唔要到先 ？OK 啊，應該頭先我叻，係啊，就係咁樣咯。好咯，大家有冇問題？32分，好開心同大家吹下水。咁就我哋卒之咧，舊嘅世界講完咯。我哋下次我哋，唉，搞咗好鬼耐啊，第幾集啊？今集59集啦，叻咗係啊，我知道。唉，有時係咁。我哋去到晚呢啦，卒之，我哋去咗，我哋卒之，耶！我哋入藝術史嘅印象派啦，卒之。我成日認為好多人初頭睇藝術史都係睇印象派先，我哋卒之去到印象派啦，我哋用咗年紀咁拍。即係 Britain 都有好嘢噶，係啊，係啊，係啊，好睇噶，其實啲嘢慢慢睇啊，唔係即係放喺成個藝術史上邊咧。英國的畫呢，尤其是這集什麼拉菲前派那集不是那麼厲害的，但是它是有它的價值的， 我只可以這樣說，我只可以這樣說，但是很厲害到沒人有，譬如 Rembrandt 那些沒得爭辯的，那些是吧，長壽節目，真是長壽節目，我們都是多得大家一起來看的。好了，我們下集就會講曼妮了，我就從這裡講到這裡，都要一版，可能又有沙龍喎，我睇下點啦，講少少曼妮啦，沙龍曼妮後面我睇情況啦，係啊，終於到印象派啦，大家等咗好耐係嘛，等咗年幾啊，我哋咧，我都開心，好開心做呢個節目嘅，因為實際上咧，我個人認為嚇，我講得 detail 過大學嘅課程的確是，但是課程是不會有一堂講拉菲爾前派的，是不會的，我們是用一個小時來講拉菲爾前派，而 which is 是我們當然我 skip 了很多，即是藝術史上面有些重要的，我覺得都不是很重要的，那些學歷也沒什麼用的，但是我知道感覺就可以了，好吧， OK， 好，這樣就感謝大家了，記住呢就去我 Patreon 那裡贊助好不好，咁就$40咧就會有40幾50堂噶啦 ，OK？ 或者去 Minibili 嗰度咧，同我幫襯我購買咧我精選嘅歐美畫材，好嘛？
太遲發現啦，慢慢睇翻啦，如輝嚇，慢慢睇翻啦，大伯嚇。喂，大家記住啊，我啲片啊 ，like share 嗰啲要有啊，好辛苦啊，冇 view 啊。今個月五月啊，創新低啊，我 YouTube 創新低 ，like share 啊，吸翻下好嘛？我啲片都得千零，我而家之前拍嗰、那個嗰、那個乜嘢啊？嗰、那個腳皮擦紙膠啊，拍嗰啲。咩噶啦？再搞唔掂，我真係煮辣面啦，要加事啦，唉，好唔該大家 like share 翻我依條片啦，好嘛？等多啲識得聽廣東話嘅人啦，我會定位好嘛？可以睇到藝術史嘅直播啦，係咪啊 ？OK， 唔該，好冇問題係咪？係咪冇問題？有問題我答嘅，會有冇人有嘢問？冇就拜拜。冇啦，係咪啊？喂，收工啦，休息啦，我今日開咗成日工。係啊，大家都中意印象派嘅，我知，阿唐我會講噶啦。好，拜拜。